陈氏太极拳新架属陈长兴传统老架系列，由十七世祖陈发科大师所创，其特点是架势宽大，低沉稳重，全架以烹捋挤按四正手的运用为主，以踩捏肘靠四运手的运用为辅，以柔化劲为主，发劲为辅，柔中遇刚，力求柔顺，突出螺旋缠丝劲的练习，以腰为轴，旋腕转膀，旋腰转脊，旋踝转膝，胸腰折叠，形成一系列的空间曲线运动。